你们现在生活是什么状态？我们现在疫情在家，我天天看大片，外国那种可贵的大片了，变异的、丧尸的、动作的、悬疑的。还有科幻的，超级贵的，一天得看三四部。这是一份的量，这是茄汁鱼，这个包装，有番茄的味道，酸酸甜甜，挺好吃的。有香有香的，这里边配料都是自己的，只有茄汁鱼是我自己放的。你看啊，超级好吃。有谁吃过这个南昌拌粉吗？给个评价。小味挠挠的，这属于油香的啊，油香油香，喜欢吃清淡的不要吃它。